夹，哦，这个皮很饱满，有点短，然后下面是滑的，慢慢变粗，再收笔回去。然后这边写的方挺多的，这上面三个小短横，注意间隔。哎，挑起来干嘛呢？因为这还要继续写上面这一段。然后这个地方有个弧度的撇，然后再加饱满的捺，捺记得拉出去要饱满一点，哦，不要太细瘦。